我们协会呢，主要是有一些热爱棒球的家长，职业棒球退休的一些球员，以及体育圈的一些学界的人士共同组成。主要是希望呢，藉由协会，然后推展台湾的社区棒球的运动。那专门针对小学一二年级的小朋友的办的比赛，其实相对的比较少。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一次 U8 的比赛呢，能够让这个社区棒球的运动呢更向下扎根，有更多比较小一点的小朋友呢，也可以参与这个棒球的比赛。在这一次全国春季大赛之后呢，我们希望会在每个月在各个县市，安排所谓的各地区的这个地区赛，然后让这个社区棒球运动呢能够推广到更每一个地区的基层。我们每一个月呢都会在各个县市呢举办各个县市的地区赛，让地区赛的部分呢去在地化的就是经营。过去在台湾呢，可能只有参加学校的棒球校队才能参与棒球这个运动。但是现在透过假日的社区棒球的发展呢，可以让更多的小朋友在平日呢以念书为主，假日呢可以透过打社区棒球的方式呢来参与棒球这个运动。所以我们认为社区棒球的发展呢，对于台湾增加棒球人口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。